技能苦尽邪魔符。以现在的速度很快就能抵达行头大森林外围，风里有股血腥味，小五，杀神凛冽的兴奋像是找到了同类，海神之光的压制竟有无法隔断这种感应，必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。紫魔瞳，原来是有人通过精神力直接锁定了昊天锤上铭刻的杀神领域。如此强大的精神力，此人至少是一位封号斗魔级别的强者。这些魂师实力不俗，又结伴同行，怎会？更奇怪的是，这里明明有剧烈搏斗的痕迹，空气中也有浓重的血腥味，为何看不到一滴鲜血？这声音是胡列娜？难道杀戮之王的实力深不可测？再这样下去，纪念小队会全军覆没。我的血液也在不断的蒸发，这都是你们造成的。你终于来了，为了等你，我才让他活了这么久。杀戮之王，锁定我杀神领域的人，就是你。唐爷，快！就是你们这两个卑贱的神明哄的杀戮之都，总算没浪费我一株仙草，那样一个堕落的王国就不该存在。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杀戮之都的毁灭者。找死！凭空消失了，在我的杀戮领域内，一切魂环技能都无法使用。看来杀戮之都内不能使用魂环技能，也与杀戮领域有关。杀戮之王一人便能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领域，他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？如果你现在能拿出解药，我会考虑给你留个全尸。一株有益的仙草，哪儿来的解药？混蛋！我杀了你！好快，瞬移！魂骨技能苦尽邪魔符。